今天算是那个速成班，速成班，先生三声，哎，然后其他的有那慢板的也是一样，炉香赞，炉香啊。
也有这个七星板，七星板最难练，最难练的就是七星板。你有七星板？这个七星板最难练，但是我这样把它分开的话，你们就会了。没有的话呢，很多人学三年都学不会。哦，你把它分开，这个你会了吗？这个也会了，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学一天你就会了。那他们学要学三，有些人学到现在都还不会打七星板，因为没有不知道怎么学，他很快一下子就听了以后又忘记了，那么分开拆开来，马上就会了。谢谢上师。好。这个会打的话，那其他都会了。好，你们看板，你会打这个，那可能也不用看板。你这个练熟了，你不用看板，你只要唱，人家唱你就会打。你要拍着，开动，开开动，开开。哦。你知道它的原理，知道它的原理就是这样，七星板里面插下这个一二三四基本板，再插基本板，最多是中间插一个这个，都是移来移去而已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